就是切了个牛油果，酱油和这个芥末。嗯，这吃法确实不错，另一种口感。他们说闭着眼睛这样吃，有种吃三文鱼的感觉。你假装吃的是三文鱼。4点多钟了，今天保姆过来把房子收拾干净了。我还在等陈默回来。走走走，出门。陈默事情办完了，我们去超市，跟他约定的在那边那个超市集合。我们一般买东西就在这家超市啊，Quick。啊，我买了1公斤1的羊排啊。哇，这么好的羊排，回去烤一烤。这个1.185公斤才1243，我这边又拿了4个鸡翅膀，277。哇，这个肉真是可以，再拿点土豆回去一烤，拿上一牙西瓜162块钱，就这个西瓜还1.9公斤呢，这个。好了，我们再买上点其他的，回去烧烤。我们今天早上都是牛油果、燕麦、酸奶啊，这一袋995块钱。还有吗？没了呀，够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还行啊，3600啃鲜令，大概我们能吃个好几天，尤其是有羊排啊，今天烤一半儿，啊，再烤点鸡翅啊，土豆什么的。我回来啊，把这个羊排啊分两份儿，一份儿改天红烧，还有个鸡翅也是分两份儿。本来呢是喊的那个俊超、笑笑他们过来。结果他们开会来不了，那就分开了。加点盐，然后再来点生抽，腌制一下。老抽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也再来一点，上个色。抓一抓。泡到水。对，土豆先泡在水里就行。这2个够吗？够了，够，确定？绝对！我去直接烤两过去。我操，那你那天是干土豆啊？这还有肉啊？基本上感觉已经是腌到位了。等一下啊，我刚撒点辣子面在上边，但是没有拌开。好。铺一下。这样子，那东西不多，就我俩，得把土豆照这样一放。不要切太小啊，太小了一烤就没了。对，就这样就行。OK，来来来，烤箱已经预热差不多了，小心点烫啊。就放，对，放在中间那一根就行了。哎，放在上面就放在上面。上面啊。对对对，小心手，小心，那样子，这个样子。对，卡进去，卡进去。还预热哦。好，行，嗯，可以了。啊，可以。现在就是，再来个30分钟，两面200度。这什么鬼呀？我都等发射，这2分钟这网给不行了呀。就天舟8号。货运飞船发射直播。哦，这个是什么鬼网？哎，我操！OK，谢谢。哎，22秒了。哎呦呦呦！可以，刚好赶上。我们虽然说人在国外啊，但是心系祖国，啥事儿我们都得参与一下。十个西瓜。六五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给我。OK。你不得不说，我们国家这个航天真的是牛逼。
有机会我回国以后亲自去看一下。飞到越高的时候，它的大气环境的压力越来越低，然后我们的配面就会啥时候我们也能上个太空啊？高度越高的话，它膨胀。天路发现目标。这个火箭都上天了，我的烤肉还没好，这那个还得一阵子吧，感觉。哇哇哇，好啊！我就从目测感觉可以了，都好几十分钟。就看一下这个土豆，哎，土豆也熟了。哇，看一下。还要再烤一烤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哎呀，真的是烤了小一小时的感觉啊！可以吧？可以。来来来，哎呀，我先来个土豆，蘸了这个油尝一下啊！哇，可以。凉拌。这块这土豆好吃，哇，好香！它这个好像都带点皮是吧？好像就带点皮，都是这样，好像都是。哇，好香好香，好香！这土豆，这是油，不是皮。他现在拍的不好看。你发给俊超是吧？他们在加班呢。这个鸡翅才是真的超香，一人一个。军超他们没来，我就烤了两个。这烤鸡翅膀没毛病，哇，太棒！你们广东人敢吗？不可能。这才有感觉，对吧？再剥点大蒜，来个洋葱。哇，不着急不着急啊，慢慢啃。蒜可以改生的吗？蒜我们直接拿来炒，炒完也不吃。看还是我们北方人厉害。吃蒜十分钟剔牙半小时，他那个羊肉还是有不少的筋的，是吧？今天是这边洗的是床单被套什么的，反正一个星期打扫一次换一下。非洲的生活还是舒服啊，真的，在这边，只要能挣到钱了，那舒服就更舒服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到这结束啊。现在也没什么大事。都是让人家去帮忙办，明天周末溜达溜达，然后刘勇应该也快回来了，回来以后我们一块聚聚。我跟陈默考虑的就是今天呢，他是把这个签证到移民局去免费的续了两个月嘛，因为你们办的那个 ETA 那个东西进来以后，他是允许给你给三个月的，知道吗？就包括我这次也是给的三个月，然后就没什么了，就等到我跟陈默可能跟着这个。跟刘勇吧，我们还是去那个蒙巴萨海边去度度假玩一玩。等到下个月初，我们还有一个合伙人，然后一个小姑娘，她是我们
做运维做客服的，他呢最近是在这个尼泊尔旅行，然后旅行完了以后呢，他说哎也加入我们。我说可以啊，过来啊，反正我们非洲欢迎各位这个有志之士啊，就是尽量都是年轻人啊，英语好一点的，常年在海外的是吧，然后呢我们共创大业啊，就在非洲啊，就这样子了，下个视频见。